快乐树传统教育中心，我的孩子去这个中心去了大概3-4个月吧，完全不同了。通过诵经，通过我们的这些在里面的老师的爱心教育，大变，性格也大变。孩子教育晚了，是你们最大的不幸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喜欢《弟子规》吗？喜欢。为什么会喜欢？因为好玩，还可以。